大家好，我是大维金辉钟表行阿冰，今天想为大家介绍意大利品牌 Venice Anico 最新到的沙金石星空面。继品牌上一次推出了这款这么大受欢迎的 Ultra Bed 之后，今次就沿用这个壳型做了一只沙金石的星空面。今次这只沙金石的壳型是比上次 Ultra Bed 那只是薄身了，标壳的厚度是由 12.6mm 减少到 11.1mm， 而霸的的护肩都缩短了，戴上手就更加舒服。而标带的耳仔位都由平脚改为了弧形的固定带，标镜就采用了蓝宝石的水晶标镜，有防反光涂层。这只沙金石面最大的特色就是在不同的光线和角度望下去之下都有不同的闪烁效果。机芯就采用了日本的 NH35 精工自动机芯，可以手上链或者自动上链。再看条标带，做了意大利的真皮皮带，配上个针扣。手表的底盖设有6粒的螺丝位，突出了几何形状的设计。官网定价是4750元，我们折了3000美就买到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来门试试一下。今集就介绍到这里，下集见。